个问题是，这我不是对这个问题这么敏感，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经历，你一味的拿自己别人的短处去揭他的伤疤，你觉得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是网暴是没有任何的那个代价的，没有任何代价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，你伤害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会有那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演员、帅哥美女会跳楼、会想不开、会抑郁？不就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多了，他们的压力大了，所以他们才会压，就是他们才会想不开吗？他们也罗汉一样嘛，给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们都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很不公平了。为什么还非得你来用言语伤害别人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善语结善缘，恶语怎么说来着，结恶缘。是的。TBC 的
候，那他怎么不记得呢？我朋友昨天刚买25,000，快报，好像是7月。那我就不花这个钱了，我要去韩国看待。我就不花这个钱了。但不一定，他说这个票，反正他是先给我订，他说不一定，到时候他如果再来，我不也要再补检查一下，因为一直没好。因为他也属于就是那部分票，因为现在。我就故意不给他拉黑，我就让你接着说我啊，然后大家就会对我产生共鸣，同情我，帮着我一起网暴你，帮着我一起骂你，然后让你感觉到生活失去了希望，然后你会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错的，然后你就没了。你越说大家骂你的人就越多，然后你就受不了网络舆论的压力，然后你明天你就那啥了。成立王嘉尔，操，我好狠。王嘉尔免试，不是想看王嘉尔，可以。然后想去放在这。好，王鹤棣，王鹤棣，王鹤棣也可以。王鹤棣那次我去他那个炸串店，他在的我都没去看，在路边，他问我去不去，他说他在。然后我想看看宋伟龙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帅。是真的这么帅，因为以前我们经常拍。那岂不是比他还帅？没有，还好吧，他还好。现在兜里有银子了，应该就还好了。没有，以前就还好的。要不要吃？我以前经常跟他一起拍。不是，这是鱼油。给我一个吧，三口的吗？都要补，现在补的都要补一补啊。然后那个子宫里的息肉越来越大，没有。